大秦帝国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，蝎子唐举从背上解下一个青布包袱，递了过来。只读此书，宝范书，心神通泰。范雎双手接过青布卷笑，笑道：“也好。” 堂兄素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酒日后再补也罢。唐举哈哈大笑，一声告辞，疏忽消失在竹林之中。范雎也不过问，悠悠然回了书房，灯下打开青布包袱，却见粗粗一卷竹简，用麻线捆扎的分外仔细，解开绳结，抖开竹简，刚一铺开，题头赫然五个大字。 评点寄然书，范局大是惊讶。仔细一看，这卷书简非同寻常，尾边连缀极是精致讲究。搭手摸去，竹简背后竟没有一个皮线绳结。紫色竹简刻正文大字，绿色竹简刻评点小字，紫绿相间，文凭有别，分外简明清爽。竹简天地打磨得极为光滑。 还分别涂出一道蓝色与黄色。蓝黄天地，偶有眉批，竹砂书写，悬于石粉过白的中间刀刻文字之上，似白璧之上镶进了颗颗红色珠玉，上手入眼，爽心悦目。范居书吏出身，娴熟书房事务，一看便知此书是高人名士。 凝聚心血之孤本杰作，否则断不会如此讲究。按此书制作之今，外面还当有或铜或木之书函，木下没有，定然是唐举背负不便，将函去掉了，殊为可惜。然则，真正令范举惊讶的，还不是这诸般考究的书式制作，而是这。 失传数百年的奇书再现，且有人如此精心评点。既然者，春秋末期晋国之智谋奇士也。此人游历吴越，收了个叫做范蠡的布衣之士做学生。范蠡后来成为越国上大夫，辅助越王勾践复仇灭吴，成就了一代霸业。后来飘然隐退，泛舟湖海。 于陶帝以诸公名号染指商旅，不到十年，富甲天下。于是被商旅呼为陶诸公。这《既然书》是范蠡隐退后极录老师既然之言论，并参与自己见解所成。全书七册八千余言，说的是一个邦国致富术，富国富人，字字精道，天下商旅。 呼之为绝世复经，名士则称之为《既然七册，如此一部奇书，两百年来只听人说，不闻人学。纵是名士大家云集的稷下学宫，也没有教习《既然书》的名士大家。这部口碑相传的奇书，一如《既然范蠡》，淹没在变幻莫测的人世沉浮中去了。此等奇书突兀面世，范雎。 如何不惊讶非常？顾不得细细揣摩，范雎一目十行的浏览起来，几节读过，发现这《既然书》的评点比本文更是奇特。本文曰：“知战，则修备；实用，则知物，二者行，则万祸之情可得而观矣。”评点云：“经世多战。” 修备更在战后，大战国伐，为之养息致富而后起，国可长盛。四强皆衰者何？不安战后修备之道也。随着本文主旨评点者又将既然的修备之物细化为养息、复国之六策，通货物，镇百工，平物价。 轻赋税，重水利，兴农桑，每策之后又有细化，零零总总精荡其，精当齐备。范雎虽非经济之才，毕竟为相秉政多年，对国计民生之要害关节还是清楚的。一看此等见解，便知评点者决然一个经国致富之行家里手，不禁连连赞叹，一口气看了下去。 五更鸡鸣，范雎犹在捧着书卷揣摩、品咂、端详之间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蔡泽回到燕山射狱，大商们纷纷聚来，聆听高论，以为这鲲鹏名士的相府之行必是一鸣惊人，都想请这魏官丞相先行指点秦国商机。存了这个念头，商人们。 分外慷慨热络。蔡泽未回时，设御正厅已是大宴齐备，锦衣如云，纷纷议论如何酬谢这个看重商旅的名士丞相了。燕国商人们更觉光彩过人，兴奋呼喝，应酬不已。不想，蔡泽进的大门，一脸愤激之色，尚未就座，便对着众人一个长工 范雎不识时,时务，蔡泽愧对诸位，告辞。一甩红衣大袖，径自走了。燕商们大事难堪，一阵愣着，连忙追出来劝阻，不想蔡泽出门便飞马而去，一时踪迹皆无。山东商人们大觉无趣，顿时纷纷散去，只留下几个燕商。 对着满厅酒宴兀自发呆。飞马疾驰，暮色时分，蔡泽到了蓝田园下的松林坡，正欲跃马出林，蔡泽却骤然勒住马缰，愣在了当道。前方树下的一方大青石上，一个青袍斗笠的老者正对着他悠然发笑，蔡泽顿觉难堪，走马上前，黑着脸道。 先生笑我吗？足哈哈下不当笑吗？蔡泽故当笑，先生更当一笑。哦，唐举一学大家，料运南辕北辙，岂非可笑？此时尚有如此说辞，无可救药也。 唐举一点竹杖站了起来，手不当智言不当行，纵有天命，亦当流于无形。足下好自为之，老夫就此别过。且慢，蔡泽跳下马一拱手，蔡泽，究竟何错？唐举无可奈何的一笑。赵良说商鞅故事，足下可知？何萧问道。 足下见范叔说辞，不觉与赵良同出一辙吗？敢请明示。蔡泽依旧一副较真口吻。赵良之错，足下之误，皆在唯以全身之道劝人急流勇退。殊不知，历来国事入政，最是崇尚忠贞节义之牺牲。 最是蔑视明哲保身之中庸，范雎两次举荐无节之人，误国害己。原本已对全身无节者深恶痛绝，足下操流俗猥琐说辞，却自以为是，岂能不大大碰壁？就事而论，足下本经济谋国之事，本当直面，阐发。 至秦主张，宣誓复国谋略，明察如范雎者，两军之才，则会一力举荐。范雎虽计较恩怨，终不失天下胸怀也。否则，孤傲范书，如何能延请足下入府聚谈？老夫言尽于此，足下。 却自思量。蔡泽脸色震红震白，乖戾桀骜之气倏忽一扫而去，不禁深深一躬。大师之论，为我十五年游说，拨云见日。蔡泽明于事而爱于人，离秦后定当体力锤炼，不负大师之巅。 唐举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蔡泽命在咸阳，何谈离秦而去？大师师说，重返咸阳依然有望。行事守正，自有天道。好，蔡泽精神一振，得大师指点，蔡泽绝不会再次铸错。告辞。一拱手，翻身上马。 绝尘西去了。林中一阵大笑声传来：“唐兄费劲也，哈哈,哈,哈！哈山举已罢，上路了。”唐举转身对着林中笑道：“此事若成，全赖那卷奇书之功，哈,哈哈哈！只是老夫无法陪你了。”林中人笑道。 哈哈哈！支 <laughs> 派的用场方算真奇。我又不想做丞相，要那物是何用？唐举边走边笑道：“哈哈哈！此等事终是尽心也。日后是蔡泽自己了。走，随你到南国消闲去也。”入得松林片刻，马蹄踏踏，车声淋淋一直从蓝田园向东南去了。 蔡泽重回咸阳，做派大变。头一桩，蔡泽住进了咸阳国人区的秦人客栈，而后早出晚归，细心踏勘秦国官士民事百工作坊，看了三日，蔡泽只觉大有裨益，深感自己下车一时哇啦哇啦，实在是狂躁浅薄。 从此，蔡泽日美入仕，将咸阳民生与官府治理摸了个一清二楚。半月之后，蔡泽又西出咸阳，到眉县访察踏勘。眉县本是老秦人聚居的第一大县，关中第一富庶之地。全县二十八里，里里都有勤耕得绝的官绅农夫。秦人将村叫做里。 二十八里，也就是二十八村，蔡泽一里一里访去，之后又在县城踏勘三日，一月下来，对秦国耕战之法有了扎实明晰的见解。第一场大雪降临时，蔡泽回到了咸阳，埋头三日，拟就一卷《复秦六法》，要重新拜访丞相府，与范雎做一番长策较量。正在第四日清晨。 雪花轻柔如柳絮飞扬，一辆青铜摇车零零驶到客栈大门，店主匆忙迎出，又立即飞也似的跑进了店中，极至拉着蔡泽出房。一名黑袍官员已经恭敬的站在了庭院中，在下行人张固，奉王叔请先生入宫，说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了过来。 阁下奉王叔召我，蔡泽冲口一问。秦王陈疴在身，礼数不周处，尚请先生见谅。行人恭敬，蔡泽却一阵不安，疏忽之间有些茫然。这行人本是秦国执掌邦交事务的官员，隶属丞相府，除了涉及邦交，行人不会直奉国君书令办理具体事务。 今日行人前来，莫非此事与范雎相关？果真如此，只怕大坏。素闻范雎，睚眦必报，最是计较恩怨，岂能说自己好话？定然是范雎故伎重施，要借秦王之手除掉自己。范雎啊范雎，身为天下第一相国，如此胸襟，安得立足？蔡泽一介布衣。 死则死矣，却偏是要在秦王面前撕破你这伪君子面具。心念及此，蔡泽再不犹疑，回房揣起书卷，随行人登车去了。片刻之间，摇车进了王城，蔡泽随行人进了西偏殿，却见白发白须的一个老人，面色困倦的半躺在一张极大的榻上，想来。 是赫赫声威的老秦王了，蔡泽啾啾大步摇上前去，气昂昂一拱手：“燕山蔡泽参见秦王。”先生入座。苍老疲惫的秦昭王抬手一指右手大案，待蔡泽入座，淡然一笑：“啊，人言先生有精卫之才。” 有放情之苦，我大秦正在艰危之时，先生何以教我？蔡泽极是机敏，一看秦昭王气色，心知此王已耐不得长篇大论，一拱手开门见山道：“蔡泽是既然复国之学，放情。” 用你父亲六法，京城秦王闲来一观，便知秦国经济之弊，亦知秦国致富之道也。蔡泽只寻思，尽速聊过这个话题，便可相机揭露范雎之险恶。先生不妨大要言之。秦昭王显然有延续话题之意。 大要而言，秦国经济弊端在于复原闭塞，六年大战亦国库空虚，名利疲弱。秦国重新崛起之道，只在法富强轻四字并重，犹如驷马铁车之稳固飞驰也。蔡泽两句话说完，停顿下来，只等老秦王口吻。 扭转话题，秦昭王老眼骤然生光。何谓？呃，复原闭塞。蔡泽心无所求，说的分外洒脱利落。秦之财富在于近百年积累所成，积累之缓慢远不及大战耗费之所趋。其所以如此，在于复原闭塞未开。 出入渠道不畅，但与连绵大战，支出远大于税入，一旦不能速胜，或不能从战败国掠财补充，元气便会大衰。何谓复元闭塞？其一，依赖外商周流财货，限制国人商事，自断商旅税源；其二，田虽私有而水利未开。 民众耕耘之力不能生发，赋税不能扩大。其三，为之奖励耕战，不知奖励生育，人口来源不丰，此大要也。西木数来，皆在父亲六法之中。秦王自看可也。司马铁车，却是何说？秦昭王分明意犹未尽。 请以法治立国，然违法不能成天下，故法之外，尚需富、强、轻、并重，方可长盛不衰。富在开源，强在重民，轻在官吏。法治巩固，富源大开，人口众多，立志清明，此为四马也。 由此司马驾驭邦国战车，何惧一战两战之败哉？好，应侯这次终是没有走眼。一拍坐榻，秦昭王豁然站了起来，委屈先生暂作客卿，辅助丞相处置国政，如何？骤然之间，蔡泽心中一亮，立即深深一躬。 蔡泽受命，出得王宫，蔡泽根本没心思去办理印信、府邸等诸般事务，立即来到丞相府拜访范雎，要做一次坦诚的负荆请罪。谁知相府长书却说丞相巡查郡县去了，走前留得一书，叮嘱蔡泽若来便得开启。蔡泽当即开书。 寥寥两行大字：“蔡泽已受王命，长叔着即安置其代行丞相署理国政。”良久默然，蔡泽对着书简深深一躬，说声“请长叔稍待”，匆匆走了。来到王城，蔡泽请见秦王，守在秦王书房的王室长史却捧出了一卷竹简。 说是秦王叫他看罢定夺，蔡泽觉得蹊跷，忐忑不安地打开竹简，一时愣怔了。辞相书。范雎顿首，臣任丞相十数年，虽与邦交有尺寸之功，然亦有错见两人之罪。长平大战后。 老臣才思枯竭，无良策重振秦国。天居相位，实为误国也。今有蔡泽，治国之论特意深刻，查秦之细，过臣多矣。若得其人为相，定有良策兴国。老臣请卸任丞相之职，请以蔡泽。 唯想至秦。范雎有先见之错，所见当否，为王明察决断。蔡泽一阵唏嘘感慨，对着长史一拱手道：“改请转禀秦王，蔡泽虽可暂戍丞相府，然愿请回应侯领相职。蔡”蔡泽。 处之可也。”张氏笑道呵呵，“原是秦王要大人定夺，无需禀报。”一番思忖，蔡泽明白，定然是秦王无法挽留范雎，叫自己相机行事了。日色过午，蔡泽不再多说，出王城，快马一鞭。 自咸阳东门直向蓝田园而来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